脚，这是妈妈做给我的飞机，这是前面可以转，这里不行转，然后这是里面有人吗？可是这它有翅膀，所以它要飞起来咯。怎么转？你给我看看。妈妈帮我转回去。你自己尝试看看。这转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介绍一下，里面有什么人？嗯。咖啡机的人，什么开飞机的人叫什么？嗯，开飞机的人叫什么？飞机卡蒂。飞机什么？飞机卡蒂。叫机长对不对？嗯。机长有几个人？我知道。啊，这个是不是机长？是。送给你。好啊，只有他在坐飞机，上又上，好，拜拜。